板珠来大哥来。从板珠抓票的，抓大哥票的，先把海菜卖掉了。来，给你买来，柠檬鸡的买来，我那边加嘛，来两百块我了。啊，这稍微有点吹掉，来柠檬鸡的买，最好钱让给两百块来，柠檬口味的来，大哥们。一个人十只啊，一样啊，不会给你们涨价了。什么东西没拿到啊？来两百块，柠檬鸡的买来，两百块来，我请我来。有两包，这样吗？哎，小老板，哎，你腰肉上有两包哈？有啊。有吗？确定吗？有啊，两包过来，柠檬鸡腿排。来，我两杯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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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柠檬咯，都有牛澳两嘛，别别哦，好啊，牛澳两嘛，别别来。对，过来来谁要归位的等我哈，我进去启动，来两百波归，柠檬记得买最后一个客人，今天没有完客，没请各位位的来，不客完，不客完，不客归位，对。来两百，都回来哦！我看都拍过来一个。来牛二两来，刚才是柠檬的，现在是牛二两来，两百过来。来大哥来，大哥一杯不两壶呢，杯不搞过来过来。来三滴，来五滴。好，可以啊。学冲高尾令的。再合这个也塞，我你那个来五滴来。学到比学教比你懂的没？我最爱香槟龙来。来，两百块来，牛二两，鸡腿排，来两百块来，三鸡，来五鸡，来七鸡，八鸡九鸡十鸡，来最后一个人给，加上分咯，来两二两鸡腿排，来这样的哈，来两百块来，五鸡，来八鸡十鸡哦你，来这边来两百来，给，最后剩一箱两块，来牛二两鸡腿排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两位了。牛二两鸡腿排摸过来，真正的欧姐来了吧？弄备了啊！牛二两鸡腿排，阿妈要不要来？阿妈有点的，阿妈一样来接队来。丁香花生啊！丁香花生真是不要出力啊！来，我们起来，一包高脚膜，我去看过啊。丁香头好105，我靠，要够几个哦？来，两包一样。买菜就快吃哦！快烧酒，快放大火了。这样没人包，这边退休去退房，来几百块来。100块哦，好的，来几百块来。这两包一百，你直接不要不要。这外包卖贵三块卖你两包一百，人一包一百块，我两包卖一百。来丁香花生都有了哈，来几百块，有了哈。我要鲑鱼哦。我今天做一只，老王今天这样。我要鲑鱼哦。来给队来脆皮鸡腿，来有吃过一定会再买，超级好吃的。它的全名是蒜辣脆皮鸡腿多加，但是它不会辣，它只有香而已，不会辣。今天十斤，一斤卖两张，十斤都要卖两百，等于整整七千七张，我一包卖两百，我八七百，来三百块的脆皮鸡腿，一个人十只哦。来，一样，我来两百块。来脆皮鸡腿两百块，一包卖两百斤，真正好吃，不会辣啦，小朋友会吃很多。囡仔都爱吃，来两百块脆皮鸡腿，来两百块来脆皮的鸡腿，来要今天下午过来啊，买单。没有弄我这里啊，来脆皮鸡腿，没有那箱哦，下午没买就没了。两百块弄完了哈，哎，真的好吃，没有吃过，所以下午来报道吧，买单。十只呢？哎哎，我来多来几包。包豆包，来，来两百块给回来，来脆皮鸡腿，大哥你搞我没掉了没有？还剩三包六百斤，来两百块脆皮鸡腿两百，讲话哈，来，这大哥已经来买第二桌啊，来二阿哥要请哪位来鲑鱼哦？我跟熊家伙，哎，下下回去跟包哥搞通知者哦，来，你一千要吃鲑鱼来500块完。来三片500买不到了，来这一片再给你，四片五片给你，鸡腿我丢你，来我爸过来鲑鱼，来最后两个人跟鲑鱼我爸过来，来大哥要来，很漂亮很漂亮，来鲑鱼我爸过来，上包啤酒给你，来我爸都鲑鱼500块来，来给你啊，最后一箱了哦，没有鲑鱼了哦，来500块来，不也不啤酒，
赶快落地，真正水的。来五百块的鲑鱼，还有三百块就来五百。四片500块，很便宜的。五片给你。啊，五条鱼片，五条鱼片。来五百块，来鲑鱼五百块。三片四片来五条哩，五条鱼片，五条鱼片。来五百块来，来500块来，来五条龙虾来，三个要来五块。来鲑鱼500块，只要鲈鱼片，没有鲈鱼片，今天有条鱼片。来伙伴，好，来龙虾哈，通通买到了吗？鲑鱼，鲑鱼，鲑鸡毛鲑包一毛鱼，听到吗？哦，来。来花枝手卷，来拍写包好啊，来。来花枝手卷，来按下来，搁一包我喂你就。来能八寸金包一整两百五，来七百五，有啦，花枝手卷100块，最后一位了，陈真气请直销来，来钓一片，免500、400，来300块花都，一只就百一啦，大下拢起起来，免300，来200花都，我卖你两片200，你有买过啦？来这两块够钱，来钓一片200块，四条鱼龙，来200，钓一片200块，做柠檬鱼超好吃的，热天就是爱煮点柠檬鱼，来200，够人要吃钓一片无？五万花修海啊，钓鱼片，过来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啊，龟尾来了，还有小卷哦，小卷哦，小卷。来，小哥啊，卖卖1800，来500，我给你拍摄拍摄。来500，等你来画天数，听啊。来500，帮我水不？900。来500都，来500过来，这两百个，这两百个请你来，小哥啊，真正水的，来500好嘞，请过。500好嘞，够水，来500都。来500块来，给我小方块的，给你修灯啊，超漂亮、超新鲜的修灯啊！来500块来，进来进来，我被你动作快啊，修灯啊，500块来，500块来，进来快速哦，你来修灯啊，500了，够300块，500块拢动快了，修灯啊！啊，食先多的你个咩啦？这个物件咪超过500。那你忙想啊，顾我做些物件爱多呢？来500块来。来500块来，500块收啊！来500，你讲，你讲，谁比我的小姐更水？敢有我给我你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也不讲这句话啊！来了，有我卖你，我水来给，你别几回得了，好不好？水没得喝，我骗你，你别几回弄会晒来300我来，你要晓得，你要一分两分。大只的来380咯，我今我不就了咯。来龟尾300块来了吗？谁要龟尾啊？阿姐哦，来给你380。这是只两礼拜才来三箱啊，我还没讲，无会当去。阿你讲伊啉酒哩？来380，卖个讲啊，这就赞美啉到个六点外透早天光。来380，等龟尾来300块，来大哥要100块，这个不要考虑了，你考虑我也没有龟尾了，说真的，来掏钱大哥。来380了，这唔食咯，来龟尾来300块，挂饼打成三毛九。啊，挂。中华好龟尾好，赶快收起来，不要再乱卖了。来黑银380，我不久算账。啊，出来了没啊？来380，来300块下了。哎呀，不啊不啊不啊，不不让订单嘛，不啊让旁边。OK， 出来收起来。上面人可以收，底下还有啊，你讲。来天使龙虾来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有看我看我的直播啊吼，就大家拢买几起啊，你茫买几起啊，我让你试吃，等下你真对行，你吃一摆看嘛，你就知影人餐厅为什么流行在吃天使龙虾，他们都用烤的，你回去用切的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白大哥没问题。吃三斤四两，这大我卖三个人斤，安尼就是一个吃超过一斤啦。爱买你四啊五，爱买你四百，拢唔免来，你食天数，这是生的，不是熟的啊！一定爱蒸鬼虾鬼才会好吃，买500、400、300这样买就来200块了。天数龙虾我没有卖200的，赶快拿钱来200块，天数龙虾，准备蒸鬼虾做吃，来200块。三个买到，来今日这盘拢给你三个人，这边我们食天数龙虾无，200块而已，让你们试试看什么叫天数龙虾，200块得了。来，接下来，啊，阿伯，来200，个人要吃天数龙虾不？来200，四个而已哦。
多少个人？来一千的。五千的啊。大爱拍摄啦，你拜三个来一抓好不好？我拜托你啦。今年哦，不要卖这个，卖这个。拜三无赢啦，三个无赢啦。这安尼大只的了，来最后两个人给200块。我替您救，我老公有你呢。对，救个客人，来200块来。三叔，也可以。今天我老公有你啊。你不要救，我来领。我还叫你的酒啊，你啊你啉的，我来拍摄。伊无去啦，伊无去啦。来六个客人。我是你饮料，你来你往这边的。来七个。半包半包，一半包。七个。来个啊。我感谢恁这多人买，虽然无太钱，我嘛要拼完。七个。照你讲，我爱卖两个，因为一客啊三斤四。安尼卖六个，安尼爱卖九个。七个吗？来最后一个去啊，200块。一个吃，哎，可不可以半单哦？来200块，最后一个天使红虾，来小姐啊。八个客人，是三盒，卖九个就可以了。我卖八个去啊，我你给价，给一斤我，我你分了，谢谢。稍等一下哦，天使红虾，稍等我一下，这是生的哦，要用煎的，用烤的，我拜托你们啊。虽然我卖你200块，我嘛是要你吃好起来哈。来八个人，八来，全部，好香，来，都给他们的，没关系。来，还要吃蒜泥一大袋来，来，这回叫很多朋友，有哪白色的？再收起来。要吃来。大袋蒜泥啊，这一袋就超过200。来，有要吃蒜泥的500块，来三袋我一人，来500块，开始。你不买我嘛存几箱两多蒜泥啊，大袋啊，这以后嘛不条条有啊。因为大片的鳕鱼很贵，我不可能常常拿来。咱们秋收嘛，不可能常常大袋哇。大袋真正是足侪餐厅咧用，拢用的啊。来，有要吃蒜的滴。我有看后边出过来咧吹吼。来，500块给我。一二三四，五个客人拿钱再送一块，快点。我买一个。好，赶快拿钱。起客出来，再上一袋，500块来。我人嘅，哎，大，哦，你家超过嚟几遍？两位，小李500。好，来，500块四袋，哦，你真来，算你大地高呀。来，再过来。你看到当中，你就知啊。来，大两遍来。什么好啊？好啊，你睇讲嘅气话。最后两个人。500块来，来最后两个人给我啊。没有鳕鱼的，大片的很少有。来，500块，赶快，最后两位没有鳕鱼的，来500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啊！来，谢谢。在里边来修修吧，真的。来，你卡会倒呢？未歹，伊真正未歹呢。但是我送你两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等来。哈哈哈！你怎样？你等下坐啦，不然我会给你的钱啊。家有四条烟钱，我嫌伊收细条，你帮我整整两袋出来。啊，无叫伊等会就完蛋啊！住哦，来麻油鸡汤，搁话者。谢谢。哇，我已经有泡完。来看了，这拢有料哦。而且鸡汤足清甜，足好食。你个南面线加南冬粉个，煮煮的，一包一顿就吃够啊。来，有要吃两包一公斤。下次好，你等我一下，马上卖很便宜。来，有要吃迄个麻油鸡汤的来。200块啊！一包南北高站500公斤，真正方便好吃，阿慢呐！哦，你也无讲讲一摆，好啦，后尾就走未？买200，你真正100块了，还有几多？我卖200，即摆卖，来即摆好来，我你真正好卖，有几百哦？不是讲汤料，麻油鸡汤来100块，真的很方便，你加热就好了，你加热之后怎样？加冬粉、加面、加米线，阿你阿煮得一顿啊！来，带来，试看卖啦，这方便啦，够好吃，够方便啦！来，我要鸡汤，面包加100块，阿你要100块，你给100块，你买啊，要到咩物件？来100，最后一个人给我要鸡汤，够三百块了，100块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礼拜三、礼拜天呢？来地大，春节收粮来。虾子啊！来蛤蟆摕出来，还给你。来虾啊，先看我。虾啊，唔免500、400，来300块，我来大货了。来地来300块来。来三个客人出来。来喜欢虾子的，这大只的哦，等一下哈，来300块来。
技能商来谢谢两位的来沙发的。会议啊，好来会议啊。来沙发的。他说有。来沙发的。沙发有人要吃虾吗？哦，所以多买三百，我这个话嘞，咱会搞冰豆的。那多买虾来炸未？炸。那多少买？炸哦，炸哦，这两三岁人给来两百块。两百。没有啊。一年前，这两百块的多。拿钱，拿钱，拿钱。都来了吧？哎，我还可以，我可以钱收了。来，可以，应该收出来。来，白多买五百，白多买开四百，来三百块哦。是吧？来多宝贝就来三百块，但足久啊，唔知够有滴个无？啊，地段找甲真个多条，来这两条个，伊五百块来三百块来。好嘛。较济阿妹，讲真个，这三百你绝对买袂起来，足水足高个。这八个卖四百块了卖，我卖你三百块阿妹来这，旁边换对针对项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来，不用三百了，来两百块。地段买两百了。同款六地给你，同款八地给你，来两百块来，再过来两块来，再用煎的，再用烘的，哦，阿姐你做不过来，来两百块来白段，来两百，这单不能输呀，真好命，来白段两百，进来阿姐白段，来两百块来进来，用煎的用烘的，这真正做好滴啊，真正做烘的，烘菜好食，来两百块来，叫人无买就白段的无，进来，来两百块而已，白段，用好。阿你拢装备换，白段装好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阿就买一只手，两百啊，谢谢。来鲑鱼啦，来，那个先生签好了吗？请问？还没。还没啊，好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来鲑鱼不啦？三个客人来，五百块来。三碟四碟，来五碟哦你。来五碟来，最后两个人。我走啦。来两百块。多少？多少？多少啦？多少？十五包。来五碟，五碟，五碟。来好了，好了，来有人无买着鲑鱼的无？大部分鲑鱼的，所以拢无人啊。来啊！要不要再出？来，谢谢。无啊，无鲑鱼啊。无买着钱点样见嘞？剩五块面，剩三块，免五百，来三百块。来，干杯了，全干杯。没有了，来干杯买五，哎，虾啊，请我哩，来天使龙虾好了。来天使龙虾来，来刚才谁买天使龙虾的？小心哦，你关系有野草都插啊！我用真的用虾的啊！你若有买啊，无听到我讲安怎做的，爱听好清楚哦吼！等下我要录一个有野草都签的，来，先放着没关系。嗯，阿秋干咩？那也是。第二，我要坐去泰国去了。我都已经老大。有钱老大诶！来头前边啊，边上头前。大好，你拢有啊！来干杯，俾五百块啊！阿妈在卡后边咧，在卡后边就对。真呀，我来来。来，你食干杯，俾五百啊！大，你来干杯，对正对行对差。还有吗？来，我妈花五百，来三百块啊！干杯，来三百块。这样买一客等于真真行行的来三百块，啊无两客好无？两客六百，两客攞一斤免六百块。来三百，两盒多给你，干贝跟干贝用煎的，用烤的，用炒的。来两盒哦，不是一盒哦。哎，正是寒天过年才当吃呢，这平常时啊就当吃。三百块没有那么便宜的呢，来干贝三百块，来今天你要吗？来干贝来三百而已，来元干贝三百块啦，元干贝招对啊。够了，宝贝的宝云干贝都有了吗？好，那点下单来了。来，蛤蟆来，蛤蟆贝能发来七八块了，耶，一百块蛤蟆来七八块来。来，蛤蟆七八块给你。这个小姐一支丢五百，然后照八百，我来掏那边五百。看到粉砖了。七八多了。来，蛤蟆一百块，不用等，不用等，我直接给你们了。来，蛤蟆七八块来。我们花莲来的。是不是在隔壁而已？对啊，在隔壁。来，好，慢慢带过来。隔壁啊，六高。这个时候到应该是昨晚就出发了。是，没错。好，慢去打工，因为还要在台东休息一下。没有，直接杀到屏东了。直接杀到，阿连德啊。来，好，慢去包我了，不能。你头前大家拢我。我包我，我倒不。
这包烧酒我不袂下，安怎会使咧？有人无记得吗？我安尼四个客人，再一次四个客人，加大量的。讲真个也无大，无小，对阿妈恁多好。出来吃大量的对。好啦，大客的对。完全坐招牌啦。坐啦。茶城金师傅市场，高雄三明区点心路236号。来，不管点蛋黄。没有拿到，等我。快点，你看。来，各位上班给点。好，妈都拿点哦，好妈都拿到了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我要找一下。哦，阿哥，我今天要来芋头紫米粥，超好吃的，这是甜食哦。而且你一餐一包就够了，加热就好了。来，这我要多少了？来，我要吃这两包的，来两包，一包哦，900公克，两包3斤重。我你家己买了，你都不知道，煮啊好吃。来，两包，买3包，两包。一两三四五，五个人给你，两包做一杯哩，加热。这加热有恋爱的感觉，这两包不免两包。哎，3斤呢？我是新的，你过来，你来买两包。我有加，加收500，加收500。多少个包？我做虾排啦。哎，这个包200块哦，加热就可以了。来，100块来。100块，芋头紫米粥来，这边两位。来，老板，我给你。来，100块。来，大哥来。来，100块。别买价啦，请价别买价啦，加热就可以的啦。来找去吧，我告诉你。还有，还有，来400要找谁？来阿姨啊，去吧，我给你了。大鸡块，请大包请人包裹了，芋头紫米粥，好东西。来100块，工作啊，来我收大麦克，把电话给电包好不好？来芋头紫米粥，最后能包100块，来去吧都，好吧？哇，两包一百零五块买哦！包一斤啊？包一斤油。给我。我包两包货，我等。两百。对不对？真的回答对不对？来，最后一个包一两包货来。我阿伯包一啊，来200块，最后一位。来，宝贝也包一，给你两包货来。最后一个人给包一片，包一片，200块，对哦。来，黄宇，来。大麦克来，对吧？大麦克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全有大麦克啊！这丁呢摆两个礼拜了，两个礼拜之前有而已，上个礼拜就没有了。来，我们今天厂商又送来了，这脆皮大麦克是蒜辣的，但是它不会辣，真正做香的。不过啦，这两杯一包，一袋四啊九块，加十袋来，都里面有10块哦。真真气气气炸锅，锅精拎到边啊，吃到还发火啊，吃到还发火啊，真的好吃。来一人一包，不用400。真的好吃哦。沙发好滑的。